好，大乔。教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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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呀？教练，明天会有新的教练过来。教练，教练，教练，你不要我们了吗？教练，教练，你别走！教练，教练，你别走！学成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？当时你为什么不控制一下，忍一忍？你说你还跑到四中球馆去示威？小桃，要是你家的孩子被欺负了，你心里不难受吗？你不想报仇吗？他们就是我的孩子，我要是不去，比赛的时候指不定谁又受伤了。校长，你就签字吧，责任我担。教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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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下来吧，教练，教练，留下来吧，教练，教练，教练，留下来吧，教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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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看，这回你还走不了了，去吧，跟你那帮孩子说说话，剩下的事儿我来做。起来，起来，都起来！你们去训练吧。我随后就到。教练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是你忠实的粉丝，永远支持你。明天就开赛了，拿出你们的决心来。好，誓死干掉四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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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掉四中。大家好，全市篮球比赛最新消息，我校篮球队在王学超教练带领下，以高原、严宇峰、向杰为主要球员，发挥出色，超常发挥击败四中，进入全市冠军总决赛。这是我校球队第一次进入冠军决赛，比赛将于下周一下午举行，预祝我校球队取得出色成绩。And this morning, that morning, tonight, that night, tomorrow, the next 14 days. 孙明，你又干什么呢？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四中。好吧，现在给你们一分钟，欢呼。好，我们接着看。
你能帮我联系一下莫峰吗？你要干嘛？我有话对他说。哦，好吧。苏雪，我刚才听见你的广播了，而且你还特意提到了我的名字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感觉棒极了，我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为了你，我一定会拿到冠军的。你希望谁赢啊？说实话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他是我表哥。我告诉你吧，我一定要赢他，而且我还要拿到 MVP， 因为这是我对你的承诺。你什么时候对我承诺的？在我心里。你觉得我和严允峰谁会拿到 MVP？ 等着看我的精彩表演吧。约到这儿有点老套啊。那你还想去哪儿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还记得你上次去我们学校挑衅吗？你们校队的人都过来。莫峰，你来这干嘛？我知道你们校队的人个个虎视眈眈，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，秦岚是我表妹，有本事先赢我。嗯，从那次起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赢你。我知道你喜欢我表妹，但是你们教练有规定，不准谈恋爱。这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哼，你不可能赢。我一定会赢。你不可能赢。我一定会赢你的。走着瞧。北洋市高中篮球联赛总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次参与决赛的球队为上届冠军王牌球队二中，对阵发挥超常的。看着小杨，这小身材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冠军球队就是不一样，人家自己还带拉拉队的。哎呦我天哪！春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看拉拉队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破望远镜啊？这是我人生中的必备品。赶紧加油吧！大姐，你加什么油啊？这是人家的主场，加油有用吗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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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客场作战的山中雪与主场作战的二中不断的缠斗焦灼着。二中的王牌球员四号莫峰，无疑是本场的主宰球员，在他的带领下呢，二中牢牢把握着领先的优势。比赛这才刚开始，我们竟然落后20分，对方进攻太厉害了，而我们没有办法得分，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悬念了。过来，怎么回事？不会打球了啊？之前怎么赢的？该怎么打怎么打，有机会就赢他们。虽然我们现在领先，但不能放松，一定要有紧啊！把他们给我彻底击垮。好，好了，先别想着得分了，做好防守，全场紧逼，跟他们拼了。好，拼了！好，拼了！不到最后一秒，不能放弃，输也要输得像个男人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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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线发前场球，在经过了上场比赛的洗礼呢，省线中学现在的配合和组织是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了。严宇峰拿到球，但是呢。
阿忠的防守非常的严密，篮筐几次都没有成功。你们知道二中为什么压制我们了吗？你看对方球员个个都是人高马大，每一个位置都有身体优势，我们的最强点只有严雨峰，他们居然采取了换防战术，用1.90米的莫峰去防我们的严雨峰。我看这根本就不是高中生比赛，这完全就是大学生打高中生。防守防守，传球传球，没时间了。24秒为例，刚叫完暂停，结果叫对方给防了一个24秒。我看这个比赛根本不用打了。防守防守，防守防守防守。二中居然在自己的后半场5秒违例发不出球来，现在省实验拿到了球，严雨峰接球，现在省实验发球，好，球传出来到了严雨峰手上，严雨峰突破分球，好，高原三分球进了，漂亮。他们好像改变战术了，找到了新的方法。小龙，好，省实验中学反击，高原，好，球进了，现在比分的差距越来越近了。高原的三分球，手感回来了。现在二中开始组织进攻，9号苏童带球，球传给了3号。好，这个时候二中居然把球丢了，省实验再次反击，向杰。向杰双手灌篮成功。二中请求暂停，二中请求暂停。好了好了，漂亮，就这样把他们的节奏打乱。三个回合追到了8分，把分差缩小到9分，二中也陷入我们的节奏了。大家不要慌，我们打出自己的节奏，不要跟着他们打。团长会这个交给你。好，这次我们下快攻，不打阵地战啊，打他们个立足未稳。接下来这一回合他们一定会交给唐朝辉来压节奏的。向杰，盯紧他，把他节奏打乱，别让他得逞。加油！另外，只要我们能得分，我们就不怕他们。童山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防住对方高原的三分，明白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来，走！加油！好，现在二中的莫峰进攻，莫峰突破了，啊，但是他失去了准星，球没有进。现在省箭快速反击，高原拿到球，三分，哦，打手犯规，加罚三犯规，三次罚球，三罚全中的话就只差6分了。好，高原罚球。现在省实验是越战越勇啊！篮板，好球！三罚全中。现在两方是相差牛逼，好球，好球！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我一定会赢你。哼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我们还领先着呢。我只是想说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我说你是故意的，你们臭流氓啊！你就你那垃圾，干什么？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中年大叔，你不要太嚣张。
袁宇峰，你摔伤吧？来，过来过来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二中的人已经扛不住了啊，咱们就给他来个彻底的崩溃啊、嗯！好，必须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咱们必须得赢啊！嗯，袁宇峰，胳膊没事吧？没问题。走吧，快开始了。走吧，走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苏雪，上半场怎么没看见你给我加油啊？下半场，等着看我的表演吧。哦，怎么了？你不开心啊？没有啊，严玉峰，你没事吧？你跑这儿干嘛来了？我刚才看见你摔倒了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快比赛了。哎，苏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你有事吗？哎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严玉峰，疼不疼啊？放心吧，没事。哎，行行，快走吧，比赛马上开始了。大家都别忘了，我们才是冠军。下半场一定要拿出气势来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了，知道。下半场的比赛开始，加油！翟勇带球，球传给了高原，三分球，好球！好球！哇！队长就是队长，就连二中拿我们队长都没有办法了。哇！那莫峰拿球，加油！给了31号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省心害啊！加油！好，现在省心的防守非常严密。省心现在再次轮转配合，扯开二中的防线，严玉峰上篮。好，得分！小队长